有巨猫，今天我们来黑神话悟空啦，没有错，这就是我们之前玩的版本，这个盗版版本哦，也不是盗版啦，就是致敬版本。那这次呢，它进行了一个大更新，把完整也不是完整，就是几乎它是说，第五关做到第五关呢，所以已经加了很多新内容啊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看我们的图像设置有没有做，上次看我们没有做，对不对？这次还是没做，OK， 但没关系啦，我们直接开始新游戏吧。它的音乐还是好大声呢。开始新游戏，这一次呢，哦，有新加的这个，哇，这个是春心小鸭做的，我觉得做的非常好，希望有更多这种搞笑的小游戏哦，很喜欢玩这种。哦，有金币了。OK， 首先一样是我们的。耶我们的悟空出现了，有好多新东西哦。Hello， 你好，这是谁？怎么会有他？这是谁？这是师父的装备，这是什么歌？是什么小汉堡？怎么那么多新东西啊？太酷了吧！然后这是什么？怎么会有马里奥的东西？好酷哦 ！Monkey Brother， you are so great。要我们先进化吗？我们先吃香蕉好了。Monkey Brother， you are so great。就是音乐真的很多哎，所以这是谁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大陆的货币。OK， 啊，我们先打这个虎先锋吗？去吧，虎先锋！嘿，这是什么？筋斗云？这怎么啦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是百度的那个东西吧？我记得有按键提示，我看一下啊。街舞 ，OK， 这什么起飞装备筋斗云？我什么起飞？我不会起飞啊！跳舞跳舞 ，OK， 我会跳舞。好，这丢香蕉。哦，我会飞了！哦。可以起飞哎，这是筋斗云哎，太酷了吧！金币，试一下，这谁家啊？李奶奶家 ，OK。李奶奶晒的衣服，李奶奶的椅子，太多李奶奶的东西了吧？哟，太多金币了吧？而且现在有体力条，很酷哎。上面吃得到吗？飞啊！这其实蛮难飞的。这个筋斗云有点……等一下，我可以跟他对话飞啊！我的筋斗云，哦，攻击力提升一。啊，这有攻击啊！有剧情这个你不能拿，这个你不能拿，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，你不能拿。那我拿这个，这个你也不能拿，这个你也不，这什么剧情好酷啊！用的，你给我，大师兄，我是大师兄，你可回来了。所以他们是师弟，整天想回高老庄，人家说沙悟净跟猪八戒，在干嘛？二位师兄，你们看，师父在这打秋千呢。师父，我哭你了！师父，你怎么打秋千？师父，这是唐三藏吗？是要救他是不是？师父，你在这边，我也要玩。师父，黑熊精，这张脸，俺也去当个天命人玩玩。第二只 BOSS。对决，我们的
黑神话悟空对上黑熊精，接招吧，我的致命香蕉！哈！悟空 ，OK， 千万别伤身啊！哦，他是唐三藏。我怎么我哦啊啊！哎、啊、嗯。驾，悟空，你靠边，让我来撞死他！让我来撞死他！哎，师傅，怎么被我香蕉皮滑倒了？悟空，你也真调皮啊！我叫你不要乱扔东西啊！啊，抱歉，那是我唯一的武器呗。怎么会有声那么大声音？黑熊精大。OK， 接下来打这个 BOSS 是不是？去死吧！哈！哈！打不到死他呢？完了！师傅救命啊！师傅，他好像很大哎、欸，我丢不到他。师傅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有那个啊！师傅，连他肚子碰不到，师傅，救命啊！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找有没有武器之类的，我看一下哦，应该还有其他地方可以逛吧，看一下哦，这边有个什么？哦，一个透明的钱币哎 ，OK， 它是钱币比较多是不是？哦，它是银币吗？右下角可以看到，所以还有金币、银币跟铜币，哈哈哈哈，这边好多钱哦，这太多怪了吧？我只有香蕉，应该打不赢啊。哎，获得李奶奶的晾衣杆，这就是我的金箍棒吗？啊，有了，我有金箍棒了，我有金箍棒了。前面还有钱币，我想去拿。水晶虎哦，杰森哎 ，Hello， 你没资格啊，你没资格。这不是法环的吗？法环的梗，你没资格啊，你没资格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灵牙之旅的门吗 ？OK， 灵牙之旅的门，这边还有个建筑物，秘密之小汉堡，加油加油，快到了！哎，等等，这个有点难扣。哎，有了，前面的这是什么？有好多新东西哦，秘密之小汉堡哎，吃。哦，吃饱啦！我吃了什么？我这怎么会有音乐？这有版权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什么？向阳花衣什么？拜托你善待我哥哥一点点好吗？为什么黑我家哥哥？哎，里面有那个诶，有钱我可以拿吗？我还拿不到、哦。我看一下、啊，这要买什么？魔豆哦，据说来自异世界，通往天界的桥梁。这是一个强力装备，要个金币。OK， 然后是基础攻击跟体力上限加10，生命值上限加5。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买吧。买个这个哦，加攻击力的，赚烂。他们是有个我没钱啊，我没钱，然后给我钱吗？你干嘛？这什么装备吗？驯友。喂，欸，这什么地方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极限王争霸赛。不好意思，拿错了。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极限竞速。极限竞速。等一下，这个蓝龟壳是马里奥的赛车的蓝龟壳吗？极限竞速是哦 ，OK， 极速领域吗？好多钱，好多钱！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到底要干嘛？啊，打败那个大只的熊熊，对不对？欸，有宝箱哎！欸，对了，我们可以先存档，对不对？保存成功，这游戏可以存档了。这游戏居然可以存档了，以前还是不能存档。然后这边有个宝箱，开一下，开一下。这是瓦利欧的宝箱吗 ？BOSS 存活，是要把怪都打死，是不是？可以了。难道我族人的天命？就是灭门绝户啊 ！BOSS， 第三只 BOSS，
啊，他举起来会丢剑。OK OK OK， 所以要好 OK OK。哎、欸，好痛！好痛！好痛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无敌血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OK OK。不好打呢，不好打呢。哦，好痛！哦，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要补血，我要补血。啊，三十秒，三十秒。有了有了，碎啦 ！OK OK， 蛮好打的，蛮好打的。哎呦，八十块，八十块，我先补个血，补个血。存个打，存个打，存个打。哇，第一次打败 BOSS 哎、欸，还行哦，还行哦。还有新加的翻滚。他有什么天命，都是短信，就别想再轻易涅槃。返回主菜单，加载游戏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，OK OK OK， 我们还是十滴血，白痴哦、喔，这是怎样啦？干嘛、啊？怎么会把我吃掉啊？那我现在要干嘛 ？OK， 讲话了，待何方妖孽，竟然如此巨大？可恶，我的武器竟然对他无效！听说天界太上老君炼制的强力武器哦、喔，要怎么去天界呢？哦，接下来要去天界是不是？这边是农田吗？这感觉像农田欸，没有种植的玩意。哦，刚刚有那个魔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去拿魔豆，然后拿来种。哦，刚刚魔豆是可以去天界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天界拿装备打败黑熊精了吧？应该。前面那是什么呀？怎么很像？那是什么鬼？冰红茶？那是什么冰？为什么会有冰红茶的怪？可以打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变冰红茶了？等一下，这什么？为什么变冰红茶？哎、欸，前面这是什么？冰红茶是什么 鬼啦？但我想拿，我可以拿钱吗？我想，哎、欸，前面还有银币耶！哦，哦，哦，银币拿一下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哦，到底是什么啦？有人知道这冰红茶是什么吗？可以讲一下，这是什么？金克拉，我要金克拉、哦、金克拉我知道。完了，我们冰红茶不能攻击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吃这个汉堡补血好了。吃饱啦！吃饱。哦，恢复原状，这汉堡恢复原状哎、欸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魔豆要怎么拿。魔豆要一个奖杯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存个档啊！不好意思，拿错了，欢迎来到一年一度要三十铜币进行比赛。好，哦，我跟他们比赛啊 ，OK， 没问题，推我一下，我可以挡他，这个应该会赢吧？我前面还有这个，我应该可以吧？我跑很快呢，冲啊！哇，这边很多路可以走哎、欸，其实这是迷宫吗？哇，前面好多钱可以吃啊、喔！想吃想吃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怎么会有麦块的床啦？哎呦，怎么有麦块的床？哇、哦，差点碰到，差点碰到。可以，我现在又领先他们了。轮椅的确会稍微快一点。终点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，前面了吗？前面那是终点吗？看到终点了。啊！冠军奖杯是我的啊！美丽的，美丽的冠军奖杯是我的，有了！获胜的玩家是悟空。大家好。耶！哦，有了，有了。我的牙王争霸赛，不好意思拿错了，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极限竞赛。有了，有了，我抢杯了，我可以去买了。来来来，给你买，买魔豆，然后买回血的，其实蛮多梗我都不知道的、欸。所以如果有知道哎、欸、是什么梗的话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讲一下，让我你知道科普一下我，不然我很多都不知道，像那个冰红茶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啊、这边吗？种下魔豆，肥料掺了金克拉，变成了哦，是要打他吗？哦，可以去天界嘞。
快来到天界了，怎么还有这个冰红茶呀？哎呦，怪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冰红茶！哎，还追我！啊！不要变成冰红茶，很可怕、啊。哎，武器大师有了，有了！武器大师在这边，猜猜我是谁？武器大师，原来是你哦，武器大师。那我要怎么？没想到吧？谁偷拿我的钥匙？哦，他要钥匙是不是？钥匙，所以现在要找武器大师的钥匙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是找钥匙游戏了。现在要找到我们的武器大师的钥匙，谁拿了他的？怎么？哎、欸，就是你，哆啦美小叮咛，到底要叫什么、啊？哆啦美吧？钥匙。有了，有了他的钥匙了。来来来，武器大师，武器大师的妹妹偷拿钥匙啊！我怎么给你啊？哎、欸，我当掉了。哦不，我不要存档，完蛋啦，要重跑啊！啊！不能这样超车啊、哦！被火车撞了啦！不能找小路啦！这个红茶也太多了吧？红茶，哎哎哎，尊重尊重啊、哦！有了，拿到哆啦美的钥匙，找到哆啦 A 梦，武器大师。所以接下来找到他的钥匙要开的门吗？前面这是什么啦？大香蕉，一个大香蕉。哎、欸，我有大香蕉，香蕉，给你吃香蕉。感受到了香蕉君的进化，我有香蕉。哦，嘿，什么地方？怎么会有出？哎。怎么会有初音啊？某扇大门被打开了。Miku， 我们先把这个钥匙给哆啦 A 梦看看好了，看看有没有用。没想到吧？谁偷拿我的钥匙？哎、欸，所以还是没有用，是不是？我刚拿钥匙来是这边的门也是没打开。OK， 这是放大灯吗？放大灯，吃香哎、欸欸、怎么是丢这个？哦，会变放大灯是不是？那接下来我要放大灯要干嘛？大香蕉哦，这边吗？这边吗？哇！季节未来，为何不败？什么啦？什么啦？这是 BOSS 啊！是 boss 啊！啊，还是要丢用这个放大灯丢他？哦，哦，这是缩小灯啦！拿到了初音未来手办，怎么又不行啊？不能播千本樱，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啊！啊，不要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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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有这个初音的娃娃，然后嘞，我先存档，我先存档，保存游戏，然后回去狗熊岭，我有初音娃娃了。接下来呢？啊，我们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们也把它缩小，缩小，小小黑熊精拿下，有了熊大手办，师傅，我们打赢了，师傅变小。师傅走吧，师傅啊，这是那个放不知道放什么东西的啊、哦、是放初音的啦，然后这个就打开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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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这有版权吧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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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不行，播这个吧。这样
这是什么？观世音吗？要打他吗？哦，有了有了，缩小灯，来了来了，冲啊！噔噔噔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是他啦？佛祖，我朋友生病了，我想去看望他，还差五十块，看不懂我的手势吗？五十块 ，V 我五十，凑齐二六八，定你祝你成仙呐、啊！给你给你，什么啦？坐忘道，哎，我等一下，太多怪了吧！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版权啊！轻易涅槃是什么？哦，涅槃从头哦。加载游戏，加载游戏，怎么从这边呀？我可以先打他吗？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痛好痛！哎、欸，这个太多怪了吧？太难了哇！屁啦，这最好打得赢啦！我打不赢佛祖！哇，师傅！师傅，师傅，我们还是去取经吧。我们不要打那个佛祖了，我们去取经吧。我们还是去取经吧，这个有点难度太高了，师傅。师傅帮帮我啊，师傅。师弟帮帮我啊，你有神之力啊，师弟。你有杀神之力，帮帮我啊。啊，这个师弟我就不知道怎么来的了。哎呦，好难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完整版，也不是说完整了，他把他所有做出来的黑神话悟空试玩版都做出来了啊、哦！希望大家会觉得这游戏不错，蛮喜欢这种小游戏的、哦，希望有更多这种小游戏可以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这期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的小分析不要想要收听新的话，昨天的游戏吗？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